好漂亮啊。是送给美丽温柔善良的江百合小姐。我们家里是应该由我自己来承担，钱名利真的那么重要吗？阿玉啊，叫你去读书去上大学，好不容易把你送出去的，不是让你再回来的。知道什么是打工吗？是我自己想回来的。我也想看到我们村10年后的样子，我也想知道自己的人生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，我也想活得更有意义。这一生我能够进长流，能够成为师父的弟子，已经是我这辈子最开心最幸福的事情了。我以后有能力保护自己了，就算是陷阱我也要去赌一把。我不怨任何人，我要做出我自己的选择，无论让我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，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要闯一闯。山在人在，山亡人亡。沈玉曾经跟我说过，他有17年没见过他爸爸。我想他呀，我想我爸爸。你爸爸怎么死的？是你杀了我爸爸。爸，凶手用某种手段爸操纵控制着你，像一个木偶一样，木偶还以为自己有灵魂。白举目无涯，回头无岸，一旦启程便注定终生漂泊，从来没有人能从这儿活着出去。如果先祖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呢？若有来生，我跟你一起走，我舍不得王权富贵，你说你在界里幸亏，对我好的人都死了。世界应该是公平的，即便是奴婢也应该有生存的权利。为什么狼注定要吃兔子，而兔子却没有反抗的权利？但是我现在明白，是因为兔子不够强大。要想不被人腐蚀，就要自己先站起来。亲离亲是喜，人生在世眼下才是最重要的。什么是正，什么是我？既然相爱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我的命不靠赌，是靠自己争取。值不值得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幸福。你我这一生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快乐过，哪怕是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。来了，你就叫我小花吧。嫁给我。就这么定了。我父亲是石飞元，我小时候很少能见到他，后来他和我妈妈分开了，但是我的婚礼还是邀请了他，他说第二天让我抬头看看天空就好了。